歌名吗？心灰灰。在听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啊心花怒放的感觉吗？就是在这种，你看这个环境有没有这个这么多莲花，还有这些花，让自己的心情非常愉快的起来，而且今天又是好天气。最重要的就是今天邀请到一个能够带气氛的柯颖，怎么没有掌声一下？谢谢，感谢。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有可以消费的那个饮料可以喝，对，那个可以降火，可以让自己的对我心花开吗？心花是心花怒放吗？这么愤怒的放吗？怒放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听一下下一首歌，然后希望大家听音乐的同时可以愉快的心情。那。